褚遂良，字登善，唐代政治家、书法家，杭州钱塘人，祖籍阳翟，曾任中书令，封河南郡公，被称为褚河南。褚遂良与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。唐太宗贞观年间，三藏法师玄奘西域取经归来，住长安慈恩寺翻译佛教经典。玄奘也就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。唐僧西天取经是个大事件，李世民为表彰玄奘，亲自撰写了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时为太子的唐高宗李治撰写了《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》。唐高宗永徽年间，褚遂良奉敕书写两碑，分立于慈恩寺大雁塔底层塔门东西，这就是褚遂良最杰出的书法作品《雁塔圣教序》。褚遂良是继欧阳询、虞世南之后影响最大的书法家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，遂良博涉文史，尤工隶书，父有欧阳询甚重之。这里说的隶书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楷书。褚遂良逐步走上政治舞台，成为权力中枢人物，跟他擅长书法有莫大的关系。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，贞观十二年，虞世南逝世，李世民感慨说：“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讨论书法了。”魏征向李世民推荐了褚遂良，说：“褚遂良下笔遒劲，甚得王逸少体。”褚遂良还长于鉴定。李世民大量购求王羲之墨迹，而当时莫能辨其真伪，遂良悖论所出，一无喘物。因为书法，他与唐太宗的关系逐步亲近。当然，褚遂良不只是书法家，作为史官，他曾负责记录李世民日常起居。李世民想看一看记录的内容，褚遂良不允许。李世民说：“我要是做了坏事，你也记录下来吗？”褚遂良说：“只要是您做的事，都会记录下来。”玄武门之变，李世民杀戮兄弟，一直是他的心病，他害怕史书如实记载，所以想亲自查看。而正直的褚遂良忠于职守，不与通融。越是正直，他越受信任，以致在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的过程中，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唐太宗李世民临终前，效法汉武帝托付霍光，刘备托付诸葛亮，召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令其辅佐李治，并指着李治、王皇后说：“我的家儿家父今已父亲。”唐高宗永徽六年，李治拟废王皇后，改立武则天，找大臣商议。作为顾命大臣，褚遂良坚决反对，叩头流血，把朝户扔在地上。高宗大怒，派人把他架了出去。据说武则天当时在帷幕后偷听，吼道：“何不扑杀此僚？”褚遂良的政治悲剧从此开始，先被贬为潭州都督，
贵州都督，爱州刺史。偏远的爱州，现在的越南境内。到爱州的第二年，褚遂良含冤去世，享年63岁。若论姿态风致，褚遂良楷书可谓登峰造极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褚体楷书外柔内刚，其点画如钢丝般富于弹性，内蕴巨大的力量。其结构外紧内松，在紧致严格的基础上，又能宽博放纵。唯美主义的背后，透出他骨梗之士的坚毅果敢。正所谓书如其人。如二，上下两横相对弯曲，既空灵又有张力。盖的上两点形如羊角，小而厚重，很有质感。褚体楷书中再细小的点画都有块面感、立体感，绝不是简单的线条。闽字底左边一短竖，起笔的时候带一个弯曲的样子，并不是华丽的装饰，而是为了调整笔锋，使书写得势发力。水的结构几乎与隶书一样，竖画较短，而撇捺舒展，飘飘欲仙。隶字这样复杂结构的字，褚体处理起来从容不迫，下部舒展的撇捺左右呼应，其姿态、方向、轻重的对比恰到好处。褚体不仅秀而且灵，其恰如其分地汲取了王羲之行书的意味，伸缩错落之间动感强烈，如飞、象、都，如见其挥韵时的潇洒率意。有人以空明飞动概括褚体的风格，可谓深得各中趣味。中国艺术讲究完美人格与完美艺术统一，褚遂良和褚体楷书正是这样的典范。